学生手举白纸，高呼民主自由口号。这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北京清华大学。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根据上传到推特的影片，有国际媒体估算，两天来大陆各地至少数十所大学学生出面悼念新疆火警中因为被封在家里而死的罹难者。一份网上流传的名单更接近100所大学。总有一天要为你们今天的所做的一切，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要付出代价，你也要为你所做的这个国家要付出代价。好的吧，举头三尺有神明。Multiple vigils and protests, often spearheaded by young people on university campuses, you know, they are seen holding up white paper, white obviously being the color of mourning, not only for the victims of Xinjiang, but also trying to, as they seem to indicate there is so much anger and frustration pent up inside themselves, and, but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express them. 学生手举白纸，象征对官方控管网络言论的无声抗议。不止在大学，27号类似的运动也出现在大陆各地。从广东省会广州到四川的省会成都，要自由，要民主。各地民众不约而同的行动被称为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TVBS 新闻柯胜雄、庄志伟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